We got.
第一次来，第一次来，你那边去了，在这个跟你说，因为你现在就不跟你说了。哦，你有一张，我跟你说，你不要，你干事情不要跳槽，还有那成都，这边好得多。咋了？那边那边我刚定的那边时候，那边是中老年。哦，还有两个位，一个是长治小，他的舞蹈动作拉不得。哦，他都不舒展，这儿干还有一个他这个舞队都有解带的有舞队，你要整齐嘛。哦，而且新机山，他的内部规定全部要转账了。哦，新机山重庆。我捡新山的嘛，捡到不新山了，你看嘛，全都去都是他们的人。哦，统一新山的人。所以你在那边去，我你没去过就不跟你说。那边有个景外大耍，那个第二日也少，就是一般不那个五城街那儿呢，有几个景区那地方，那边人也少。我去，整个成都，现在成都是包括啥子新乡安的，这儿干是天花板了呀。哦。 要防控恶劣势都采访这儿的采访那边，那个我看到过，这儿都不得城管撵嘛，警察说是撵了嘛，他不是撵的问题，他其实生意办得过来，就是说等于说内定的时间就有点慢，因为是生意开大了，这儿后头有灯笼，头数是，要业绩也等于举报，你举报了警察呢就要干涉，哦，是属于个人呢就要干涉，像昨天晚上的，如果不干涉呢，他们呢你安心的调进行了呢，就可能出10万个证，哦，像昨天也是警察叔叔一个呢就喊马上去干涉，他们说啥要事，有点敏感，所以是不上。像那个时候，哎呀，那个等于，其实是不是要找你哭了好多年了？我们又回去要找你，那天在你屋里，只能说是时候不到，对，是不是？应该
了吗？发出来的。你看现在成都地区整个，包括成都所管的一些专线啊，是温江啊、都江堰啊、郫县啊，但是呢，都现在还有成都是有几个地方在调，我们重安还有在调，都没得规模大。哦，我不在，那这一下风就小了。你他的队伍很整齐，年龄这就是都在三十了。你们也可以跳完那种，也不承认年龄那种。这这学的比较多嘛，学的一看不就是。外三层二，外三层年纪比较二层，就是打酱油的才球的，一般都不敢进。穿山哦，等于是它一圈一圈的有规矩的，不是规矩，你其实它不一直进的嘛，你也好一直进的嘛，都是抓脚走的，你熟了好得跳完了，而且它一排一圈也进，二三圈很多都是那种叫名角年轻，年轻点儿是吧？哦，所以现在就是现在那儿那个对圈对过。其
算没在这儿吧？哪个？他没在。在前头吧。第二个。第二个。穿黑衣服那个。啊，统一的。穿不穿黑什么？金针衫。啊，第二个，头发是很小。拥挤中。蒸蛋。蒸蛋表嘎，那个蒸，那个。他等于把那个豆腐带起来。他是咋子毛呢？他这个人认识比较认真。哦，他是个教师啊，所以是。他是教师。他是教师。还有一个是啥子？基本上是啥子？他不带货。他规矩很严的。他们队员很多都不整活的，这些都很都不整那块的脏活，整那块。进去你可能干没有多少，因为他们有费用噻。他收了一般的费用，他比如说的，比如说的啥子充电，每天晚上，他们是自带电的嘛。看到自带电，发电有人顶着，电单品。每天要充。他就是要买点啥子农夫山泉，这是肯定。哎，无聊那些。哦。所以那天没看，那天你前面没看，他本身中间就有一个花台，他形成了那个场景是可以的。而且呢，人跟人呢，这个武则那个站得很近，武则又不敢把罗斯丹跟李斯丹的拳打着。也是，打到外面的观众的舞伴，表面上头看他的都没得，因为他又是十字路口，十字路口过街以后来看到，所以说话说的，成都人都是土巴口音，土巴是啥子的，第一个印象，所以他的相对如果要真正熟人说没得这边多，成都人，知道吧？所以这边一看也很舒服。那边一看都要垫起脚尖，不扯，对吧？他一般那牌子两三排，好像他们那个团，他带那些学员那个收入，没，没那个，他就给我留的船会免费。哦，那边面两个人，一个嘎青，一个卓嘛，他那个给失去那个他的老，他们是慢的文道，我装官。哦。觉得我把工程办的，但是你这边人叫他没的，他不管你的。哦。他等于好多都有还在到商业宣传，等于宣传嘛，来你来跳，你去了。他就是神配也没的，等于这儿头有几个女娃出来多好哟，想去他就去。他们自己的吧。来了吧，你看来。你看，第二个。他们自己说嘛，他们那个那个这个口罩有可能是他们有关系，有两三个，我跟你说，有两三个有关系，可能他们有站过，有直播，可能哥，有正常，也不能他整不整，永远都不整的，哦，永远都不能喝酒。这他就是他吧？他确实跳得好。我就以前没的那种哈，以前他每年的，他每年的，每多来的，他的他的后头大部分是啥子？郫县也有，包括上海、北京、安徽、河南、东
十多公里，十多个星期的往返开车，那钱去远点儿，哦对不对？去年我好像我二月份你发现的，我在手机上才发现的，发现的我说当时是。当时也是吃乌头了，他们说的，那在泰国里，最早是多少？当时最早是啥？是西点啥子啊？是西拉青岛给江南，那空姐给那边的青岛，他就这样说，他们说他们就在泰国里给吹起过。哎，我也找我找那个吹起过咋个跳了晚上？哎，我们成都很舒服了。哦，最后有个镜头一下看到立交桥。哦。才晓得是这个。哦，我一看到立交桥，立交桥还有个那边，不，在罗马广场都看到是。啊。这个银行，有个四百头的。立交桥啊。嗯。立交桥呢，它那个过去那边，罗马那不是斜对那个银行？啊。你那有个大的做的牛呢？啊，一个金牛吧。哦，对嘛。因为我平常要不要也要到罗马呢？啊。嘿，我看这个在这儿呢。这个雕塑的，这个都没得，很明显。去年是在立起的哇，往前走。好，它那个才立起了，有啊。后头就个标志了的。哦。扫了过后，那天我就专门，我耍的多暗，一天我一早走在罗马广场，知道吧？今天。现在那个广场的名字啊，叫九万中心广场。哦，九万中心。没机会要金外大耍，那个前面那个高楼，那个我称个那个叫金外大耍。半夜两头挡哦。那个金外中心。它那个标志好记得，一个是比较小，一个是个长，还有一个方方，就是。哎。它叫金外。它这个项目要早就跑的龙门太少少了，在成都市。他春秋的球跳的吧，那个好多春秋的球跳跟那个。本来成都人的量就大，这个当然坏咋说呢？如果是我和区政府来讲，他应该吃得比较贵。嗯，他带动那个，他不，你从这个方面来讲，第一个意思是我们国家提倡的民族团结嘛，嗯，对，精神文明嘛，就这两个方面，他不是，他是老，你本身都是现在顶着这个提个桂冠给全国都是包邮。成都也是很包容，是不是？我这样，成都说第二，哪敢说第一？你想我们在西门，以前在西门桥，就是，以前在西门桥的时候，一直站在那，在站出十好年。不是，那个他们那个，他们那个已经有了。哦，很团结哈。一个是那个，是他，他是三个猴子。充电枪是他，他提过，还有跑步机。哦，就是我看了一个，在那个批发市场里面。也是哪里的？哇塞！夏天也穿得很厚，
夏天穿的不少也变化很多。走群衣山是很整齐，群衣山它的要求就是全部要穿上的。贴的呀，我全都，我全真的是有些。今天每天都要跳啊？每天。每天。有一天跳到跳到的时候，我明白，哦，下雨了噻。啊。下雨还跳。全部没跑，他们观众给他们走完了。啊，他们还是跳。还有身体素质确实好。嗯。民族身体素质特别好。你想到他们一点成绩的，你看，咋的？基本上两个钟，他们就整。而且健力只几分钟。啊。就这样子，健力只几分钟，两个钟。他是全身运动。啊。他全身运动，健力，消耗比较大。我问了那个，因为是他跳，他跳了一年多一些。哎呀呀呀！他们也手机上看嘛，经常他们跳了，有时候晚上还要加班去吃饭去了。因为他们本身我不知道嘛，对不对？他们运脚本身一天就十个人，在走路就十个人。好的。
天吧，就是回回不了了，我把这钱都交给你。啊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今天我第一次在这儿。啊，找到了嘛？啊，我就说这儿是不是很大嘛？比那边大多了。哎，就是全这大。啊，我今天找到了哈。哎，第一次来这儿。嗯。他们说星期三穿这么多吗？对，星期三，今天星期三嘛。嗯。一般星期三就穿短衣服，你要嘛那个男生那个就短衣服。哦。今天穿的挺整齐，哎，可以，你今天来拍正好他们穿，昨天都没穿。啊，我想今天降温了，我估计他们有可能不会跳的。我在穿羽绒服。啊，12度。哎，乖乖，哎，你姿势还。他习惯了，我抱了他这两天都习惯了，他不得叫。8点整，8点多几分。哦，现在8点半。我走那边，走那个景文大道过来，那边的桥，还有一个河，那个到了罗马那儿呢？或者是罗马那边，我试一下，我告了，我看到这边，它有人有了还是有人的桥？我以为我以为没人的，我以为这边。没人，看到这边好大。嗯。那前面的地铁站在。哎对。因为呢，前几天我走点过就没有完全没得人。啊，可能是那个那几天就是因为不让他们跳了嘛，有几天不准他们跳。哦。就通知了，社区说因为今年3月14日。嗯。都扣都扣了。哦，哪个不得你就没看？那几天不让跳，现在每天都在跳。出来个小把衣服穿上也算了，反正都进都穿个短袖就没用。他今天身体真好啊，你看我穿这么多，还要穿点。那边就是安边呀，你得去两边，去两边了。好的好的，慢慢。咱们中间那个。跳跳就好热情。你说我们这要降桂林呢？
昨天那个人我那个是五十年代初期就曾经就有人问过周总理，就说台湾的西藏人打得更严重，当时啊整个事情到台湾了，周总理说的你们打台湾，台湾反弹放心迟早解放，为啥子整件事都还得喊反攻大陆的，他都没有搞了回来的嘛，就是你同血脉同根同汗同祖先，当时就是西藏不行，英帝国曾经统治那么多年，印度虎视眈眈的把它看到的，包括现在印度还是这样，因此我们首先要把印度的给，所以印度一直出解放到现在，特别他五九年停叛国和和平解放，五九年真正解放五九年，以前进藏那个都是一扯，他的政教合一的他们在管，五九年下来税收强了，反过来给他们钱，只有他的工程没国家的政府，西藏问题解决过后还解决了新疆问题，那是国政政府中间对不对，那个时候那个他们最早要跟全国各地办那个西藏办，把娃娃西藏的全部都推进去全面全面从小时候到初中到大学，全面一时间就上来，哦哟妈，哎，他们现在很多房子没修好，啥子家具都给配好，还是直接那个家里那个弄好的，还是搬进去就算。问题在这儿里面，这个问题在这搬进去，还要你要看邻居他本身的一个。他变了，是我跟你说嘛，连山就不行，连山是新疆弄好了，弄连山。在这个单位里头，把家具他做好了，屋里头就打个烧气口，哎呀，火力解决了过后，肉就打中了，这就保障了。还有是把车间盖上头搬下来，搬下来过后，房你把独裁床架打烧了，搞火烧，当然，看着也不行，搬回去搬了。所以你专家老婆打得不行，把老婆的房子一样，用穿拉链啊，老子给按特价，所以我也一样。我跟你说这个哪个？哎呀，没钱。所以说，跟你说的话，他们那儿一根钱，一根钱，一根钱，一根钱。你现在知道你？我看到那个他们发的那个的，一人七九，有二斤。我们那阵走托普山走缅甸那些，他就是跟到一样喝了啤酒就品质半了路上，就把那台给砸烂，砸烂你收到，收到就喊你给钱。他说我们几个人给你收到的，你给给钱。非常见标了。
上了，是往前弄的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不得有那大家的夜宿给你打起床上的那么的街啊哦呀啊哦呀Thank you.
Chicago,
原来日本就都能在的送，原来日本就都能在的送，撒糖的真蛋蛋的送，撒糖的真蛋蛋的。哪里接不住我给的东我送，哪里接不住我给的东我送，阳气接不住给色的家人不，三周点钟路的逼迫张啊，摘起飞机车拉的
品种就这样子，到哪儿去了？他还是分人，他要看。他认真，你看你没找到吗？不是，他是走走走，他要看过来后面的。感觉看不见。这儿，哦哟，好娘。加尔文广场那边有可能会跳得晚一点点，因为它的路口，它在路口交叉路口，人流量比较大。这个刚刚那个位置是君安中心，之前我来过几次，没人嘛，没有人，后面就直接从去罗马那边看的。这一段应该只有罗马广场和那个境外中心会有各的人嘛。95年这边就是拥挤，那前面有个叫啥子，我也不是很熟悉。这是高升桥，
陶城桥那边施工啊，施工了应该有十多二十年了，每次都是。怎么这么快的？这么快哦？不快，包包的吃的快，他是边走边那个的嘛。哎，他边走边打地铁，好好。不用不用，已经到了。不知道瘦没有？今天有点冷，有可能会出水澡。就戴个帽子，然后有点瘦，就那天那次把狗狗，好想看他一次，他就想看了的。哦，那边也瘦了嘛，这边瘦了。他今天也比较冷，可能出手比较早，9:30的时候有可能。现在应该不得管了，窗位现在都挤满了的话，因为现在窗位，你看那个十字路口不是有警察那个圈那个嘛，慢慢就没了。这就是走过场啊。你看，哎，都刚刚收了。